在中部的签唱会哭得乱七八糟，是不是？在中友百货那一场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，你还想起来在那办签唱会？是，我就已经叫做中部的签唱会，你都赶紧放出来。没有听到了哈，没有听到哈。他把它剪掉。剪掉，剪掉，剪掉，剪掉。哎、欸，先帮我做一件事情。好啊。因为今天有太多人来支持你，那有很多人呢，希望说可以借由我们的这个摄影的这个摄影工作同仁的手，把它抛在网络上面， okay. 好让爸爸妈妈指认他们。以及让警察来抓到他们、okay. 所以麻烦你帮我背向他们，我们来先拍一个大合照好。